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摄影日记 Vlog， 我是 Warren。 那么今天想要拍摄这个 Vlog 的原因呢，是因为前两天有一个小姐姐找到我说想要用胶片来拍摄一组情绪一样的照片。然后那么这样的主题呢，其实我是第一次碰到，我是第一次严格意义上来说拍摄情绪片这样的题材，那么心里也是有点忐忑，这两天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觉得心里面还是稍微有点底了，所以呢马上就要出发。好了，那我们现在也所有东西都采购完毕，这外面是真热，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小公园和我们的模特碰头了。啊，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好了许多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模特小姐姐。哇，她带了花和两套衣服出来。好，那我马上就要去拍东西了。真的，这是要跟我出来拍照，模特也是要干活的。匹兹堡摄影一哥开始展示他的道具。摄影一哥只维持我一个人。那也是一哥。开个三脚架也算是技术展示了。是的，是的，绝对是。这所有的胶卷全是给你的。这个是那个 Cine Steel， 是柯达的一个电影卷，然后它就是那种稍微偏蓝一点的那种风格，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留在一些就是状态起来的时候。然后这卷也是，只不过一个感光度是50，一个感光度是800。然后这个就是普通的柯达金，然后这个就是富士的200，也是一个够两卷。然后这个是柯达的Ultra Max 400。我跟你说这些你是不是也没什么概念，就像开哆啦 A 梦的百宝箱一样。可以可以，闻到了钱的味道。你求你了，你试试看把花从你的左手底下这样滑下来。对对对对，来，我们来可以试一下。哇，就这个保鲜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癖好呢。对，好，走吧，3、2、1，回头。对，然后这样你站在他的后面，那个方向，对对对，然后身子不要稍微往前，你就直直的站着，就显得很丧就好了。左手举伞，你的眼睛看向前方，偏左一点点，再往左边多偏一点点。好，然后表情要丧啊，表情要丧。2、1，扔。我们再试一下，我没抓到，可恶。3、2、1，扔。衣服是 V 字形的嘛，它就是一种就是几何图案，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一个圆的东西放在中间。对对对。蹲下来一点，我太矮了，对不起。我试试看给你打这个白伞。你说这，这其实是我自己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主题，我现在有点心虚，非常的虚。
我们所有的花都在这儿，对吧？然后你就是按住这个键，按住这个键的同时，你开始吸，吸完之后你就这样往外喷就好了。你试试看，里面是没有尼古丁的啊，里面是没有尼古丁的。这个鼻子同时也出烟，就显得有点 low， 就显得你真的是个老烟枪。你鼻子出烟。搞定，好了，今天的拍摄结束了，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这个全部的肉体已经贡献给了我。哦，是的，哇，你这话说的奇奇怪怪的。